喜欢黄色，我要转到黄色盒子，转盘我转，黄色盒子我开，是大力士糖果，我吃。我转红色的盒子，是智慧糖果，我可以更聪明了，我吃。该我了，最后一个绿色盒子是我的。乐乐，快看看绿色盒子里是什么。我打开绿色盒子，是飞毛腿糖果，吃了它我就能跑得很快，我吃。你们的本领都那么有趣，我变得这么大干什么都不方便。宁宁，每个本领都是有用的，我们吃下了不同种类的糖果，快去帮助芒果乐园的小伙伴们吧。这么多作业我要批到什么时候啊？桃子老师，我可以来帮你。不行的，妹妹，这些作业都很难，你还没学会。桃子老师，我吃了智慧糖果，一定能帮到你。那好吧。老师，我已经把作业批完了。太谢谢你了，妹妹。松鼠宝宝，你怎么哭了？我的松子被小偷偷走了，我追不上它，要饿肚子了。别担心，松鼠宝宝，我来帮你。小偷跑得太快了，还好我吃了跑得快糖果。松鼠宝宝，松子还给你。谢谢你，乐乐。智慧糖果真是太有用了，我用它帮助了桃子老师。宁宁，你的大力士糖果帮助了谁？我的糖果最没用，让我好心办坏事。嗨咻嗨咻，光脚领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房间里的桌子坏了，我要把它修好。为什么不用魔法呢？现在是晚上，我不能用魔法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你帮我把这个钉子钉进去吧，我力气太小了。这个简单，看我的钉子，我钉。光脚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现在的力气太大了，我帮你看看凳子吧。不用了，别客气，我帮你。宁宁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吃了力气大糖果才这样，我不怪你，可是你不要再碰我房间的东西了。好吧。就是这样，我不仅没帮到光精灵，把他的桌子弄得散架，还弄坏了他的凳子，力气大有什么用？别灰心，宁宁，肯定有需要你的地方。不好了，毛毛和牛牛抓走了大龙，我们快去救他。老大，这个大门真的能拦住梅梅他们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特制的超厚金属大门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谁也打不开。牛牛、毛毛，快放了我！我们才不会放你。没错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芒果都抓来。你们快放了大龙，不要再做坏事了。先打开大门再说吧。哈哈哈，这个大门我试过了，打不开，所以才找你们帮忙。让我来试试。老大，他们竟然打开了大门。有话好好说，我现在就放了大龙。五六，老大，等等我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都是宁宁的功劳。没想到我的力气这么有用，我再也不嫌弃他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拥有什么样的特殊本领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